对，就是呢，很美很美，跟我一样美丽啊，但是呢，比我温柔婉约多了。那个就是蔡琳，蔡琳还有拍这个服装木偶，我们来看一下花絮。以甜美的笑容俘获所有剧迷心的蔡琳，今年五月份来台之时，曾为国内某知名杂志拍摄封面。现在就让我们到现场去瞧瞧。为宣传《宪政恋爱》中第一次来台的蔡琳，受到媒体高度的关注，这点可从她一下飞机就得赶往摄影棚进行封面拍摄仪式获得印证。拍摄之前，蔡琳先跟造型师进行沟通，最后决定以这一套无袖背心加牛仔裤的俏丽装扮作为今天的第一造型。洋溢青春活力的服装与注册商标式的可爱笑容，是在场所有人士对蔡琳的共同认知，也是摄影师黄建昌的捕捉重点。然而芳龄23的蔡琳早已是个成熟女人，被要求摆这么年轻可爱的 pose， 她很不好意思呢。怎么样？的确很可爱吧？这天的第二个造型是蔡琳最喜爱的裙装造型，自然不做作的动作与 pose 是摄影师对蔡琳的唯一要求，而多变的表情与手部动作则是蔡琳的自由发挥喽。看着久未尝试的少女风格平面照，蔡琳显得很新奇呢。于是我们问了她的感想。최근에이런식으로찍어본적이없었는데되게새로워요서울가서셋이잡는다니까요상당히오랜만이에요한10년정도된것같아요 하려니까어색해요